来读一遍。I don't know what you are talking about。哎呀，人读你读，你读都是打鼓咁样嘅 ，don't don't don't， 不用这样子的，你听我读一遍啊，好吧，来。I don't know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。哇，好标准。那我教你一个技巧，好不好？非常简单，把所有这些 T 变不见，不要读它。那比方说这个，你刚读什么 ？Don't。现在呢 ？Don't。就是了。之前读什么 ？What。现在读什么 ？What。非常好。这个呢 ？About。现在呢 ？About。非常好。你刚把这个读成什么 ？Talking。哎呀，哇，这没有 feel。现在你把这个 K 呀、啊、变成梗，也就是。Talking， 对了，来最后一个知识点，你刚才这个读什么 ？You are， 大家没有 feel，、现在直接把它变成揪耳，中文啊，中文，揪耳，揪耳，行，好，我现在教你的所有技巧放在里面，重新读一遍，看看有没有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来，一二三 ，I don't know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， 是不是不一样啊？是不是标准很多啊？我就说了嘛，想学更多的英语知识，记得关注我，来继续。Hehehehe